好，今天要请问大家的是皮肤黑的人有哪些困扰？对，这是我们跟网络温度计配合的大调查，有前八名，名次越前面分数越高。那两边各有一次使用 double 卡的机会，这个回合获胜的很关键，会成为我们下一回合的 A 组。哎，好，对，那皮肤黑的人有哪些困扰？这对他们来讲，怎么会问他们呢？对啊，应该是问对面的吧？对，我们黑过。哦，你们干嘛？这个就是很那个针对的，以前黑过，不想再黑回去，所以想尽办法避免。对，那以前黑的时候有很多困扰，对，超多的，然后被笑，被嘲笑，然后就乱取绰号。还有，我跟你讲，彩妆也很局限哦，因为化妆的颜色会很难上色，然后你要就是选适合的腮红颜色或什么，还有衣服也是，衣服的颜色也很难挑。好，那这个答案蛮多元的，选一个先讲，对不对？选一个，比如说你刚刚有提到什么衣服、彩妆还有被笑，很难搭，衣服不好搭配，不能穿，就怎么你要讲衣服不好搭配，然后你只看他们三个谁，什么意思？你们穿的颜色就非常亮眼，当然从他们三个身上找答案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使用 double 卡吗？Double 好，衣服只能用一次哦，我们只能用一次哦。好，衣服好搭啦，好搭啦。然后他也不用 Double 卡，对啊，如果这个没有就零分了。对，好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一名，衣服很难搭配，还有 Double 卡，四十的也可以，50比100。其实就是说，有些人你皮肤如果黑，你穿一些暗色系，整个人更黑，对，你就站在那边就不能出现在那个台北车站，会很恐怖。啊，即便他们穿蓝的，也看不出来很亮。乱讲，哪有？我没有听到，听到。你今天也穿蓝的，怎么这样？对，没有，他旁边是用白的做测试。啊，你如果说穿亮一点的呢，又感觉相较起来你的肤色更黑，对，就很不好找啦。然后连头发也不太适合染太亮的，也会很。还是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恭喜这边100分，100分了，哇，对，一开局就有点不妙，对，那你们要用，对啊，那我们要用了，那你们要举吗？我相信二三名你们 OK 了，这些都是应该有啊，对啊，成长经验，切身平常遇到，成长经验呢，哦，没有。大家有这个经验，那我没有。我觉得应该是，那就是你要普遍觉得一个人看起来脏，会觉得看起来脏，哦，看起来脏，因为会觉得你是不是没有洗澡，或看起来很脏，对。不要哭啊！对对对，然后班上有一些异味，就说啊，一定就是他啦，因为他都看起来臭摸摸。所以森达一开始约他，说约他去洗澡啊。看起来比较黑啊，因为肤色深，所以看起来有点脏脏的。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有吧？恭喜第三名，看起来漂亮，可以洗澡。40分 ，double 80分，可以，追上来了。不要看他们没有，对啊。他们是有几十年、二三十年的生活经验的。以为肤色黑看不到他们吗？他们也80分的。如果就是黑黑的，是不是感觉好像在就是一个白的女生，比较偏白的女生跟一个偏黑女生，好像跟同样一个男生告白的时候，是不是比较男生大部分都会选择比较白皙一点的？好像对，我觉得好像。你这个感情跟对跟桃花还是对，就是跟另外一半有关啊，跟另外他谈感情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点点。会吗？等一下可以问问他们。对啊，他们很有自信的。对，好，你说桃花不好？对，我觉得跟另外一半桃花不好。桃花不好哦，这个答案另外一半不是有没有？恭喜第四名，交不太到另一半。哦，对，但是其实近年呢，健康的意识抬头，很多人也会去把自己晒成小麦色，对，就让人家有这种健康阳光的现象。对，啊，像洛奇他也是啊，他结婚，他跟森达逼婚才有这一段姻缘的，真的，对，哇，那恭喜你们120分，120分，去问一下他怎么逼的，对，哎，对，刚刚说交不到另一半，哦，哪有困扰，没有欢迎，好，欢迎的，情书，桃花多旺，你问了没打？对，那你们呢？有什么？因为我发现黑的人啊，就是像我，就是从小就有什么黑珍珠啊、黑雪公主的封号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有跟黑有关的绰号，对，什么容易被取绰号，黑人牙膏，对，还有什么小黑啊、黑仔，他的那种好听的，他的算好听的，对啊，黑珍珠的口球啊。黑手指一个职业，很专业的职业，很专业职业啊，容易被取绰号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七名，被取过肤色相关的绰号。
升十分呢。对啊，他什么欧噜噜啊，欧波塞啦，欧波塞，欧密码，欧密码，110分啦，110、110、110，哎，真的心情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关键是谁可以拿到那个四十分，谁就是对啊，比较利于不败啊。我觉得大家都想太多了，肤色黑的人困扰，他们就直觉的想法就是要一直想尽办法美白啊。对啊，因为人生就是在不断的找各种美白偏方，想尽有些是这样子，所以就没时间好好花在自己其他生活上，因为他们脑中就是一直想要想要变白，对不对？绞尽脑汁一直要想这些方法，有吗？就是想变黑的很开心的，就是以黑为荣啊。你看我们就是你说的，就是我自己努力美白。哎，若琪还不敢回家，她每天搭帐篷睡外面呢，她是怕她白回来。对啊，就因为他我们前面调查有讲有40%的使用美白产品，对，所以很直觉的就是他在想怎么样美白。对啊，是，这个有吗？来，哦，简单粗暴，要怎么样美白？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二名，第二名，真直觉的想法出来了。其实说真的，我们黑跟白哈，如果它是匀称的那种健康色、小麦色是 OK， 但最怕的是黑色素沉淀，啊，对，就是可能什么手肘啊、膝盖，啊，而且又沉淀在一些不该沉淀的地方，对，人家说常摩擦的地方会沉淀，腋下，然后膝盖，手，这边是儿童台，你们两个要自重，对，腋下如何？走路当然一下会摩擦，小宝会看，小宝会看。我们到底你讲了什么？恭喜160分，我们摩擦一下。哎，真的很辛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哎，他还一直答对嘞，奇怪。哎，他们都很高分，真的，那不然我们就得奖了。不要不要，真的不要，你们嘴巴闭起来，我们就看不到。黑的人比较好隐形嘛？对，比较对啊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。哎，我发现我妈给黑的人一点小小建议，就是现在很流行骑 U bike， 对不对？有骑 U bike， 像我们肤色比较黑的，就会比较危险。为什么？所以因为主要晚上骑车很危险，上骑车很危险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如果又穿个黑外套的话，所以大家骑 U bike， 像我黑的话，我会这样笑着骑。你要这样笑着骑，最想要露出。最白的地方，帮自己打光棒，对，对，上面有人，其实对象车辆看不到你，太危险，而且他穿着也够亮啊，对，啊，或者是说他牙齿一直笑，哎，怎么有反光？那是潘老师，对，所以你的答案是怕晚上融入黑，对，融入黑夜，危险，危险，哦，晚上哦，跟黑夜融为一体，对。这么妙的答案你也想得到，很有创意。对对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六名，对了，有些人会说你晚上走路要注意安全，要小心啊，要不要穿个反光背心？对啊，他可能后面帮你贴一个反光胶条。对，20分，恭喜130，130，130，130，130了，好了，剩最后了，那个30分我要拿下。好，要，是什么？因为你看嘛，我们刚才说，就是每天都要想尽办法怎么美白，这是第一个想法。那第二个想法就是，那就要想保养啊，就是一直要不断用花很多钱买保养品，然后又一直上网。是不是今天有带来要跟我们分享？就是这个，使用 Double 卡就可以让你白里透红 ，Double 美白，对 ，Double 双效合一。其实有些厂商如果看到这一段，其实我们可以帮你。对啊，对 ，Double 就是我的选择。如果你想要不清楚，不清楚，不清楚，洛奇啊，我觉得就是你要一直想方设法的美白，首先你在保养上花的钱就会比较多，对，然后因为白的人不用擦美白保养品就省啊，是，然后你还要花很多钱敷面膜，我觉得是花大钱，我觉得是你保养品面膜保养品那些开销很大，而且还会被人家嘲笑说没什么用，敷也没有用，人家明明就很认真保养，但是被说没用，哦，应该是说认真保养，结果被说都没用，被笑掉，对，就是有一点已经很认真了，但是看不到成效，对，有点功亏一篑，然后旁边的人还不会鼓励你，对对对，奚落，哦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八名，敷面膜被说浪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你讲，敷面膜不只是美白哦，它还可以吸收多余的油脂啊，去除你的老废角质啊，绝对不是说只有皮肤黑的才需要敷面膜这回事。我想有面膜拿出来，很像，很像，每次都是我今天有带啊。好，敷面膜，什么样的脸都敷得下去哦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这边恭喜白雪公主有190分，把黑金美人呢是要最后的第五名，要不要猜一下？还有什么南部人？对啊，被说像什么山地人啊，南部人，南部人。南部人，你就
是真的南部人啊，我是真南部人，所以我也是南部人，南部人我也 OK 啦。有吗？对，没错，第五名就是常被误认为南部人。哦，因为大家好像觉得那边比较热，比较晒啦。哦、对对啊，其实这跟新义被误认为越南人一样、啊，就以为他是东南亚。对、欸、对，南部人、啊。对啊，我都在南部弄假牙哎、欸。对，他就去南部弄假牙，到南部弄假牙。130分，白雪公主160分。待会白雪公主是我们的 A 组，黑金美人是 B 组，我们一起进入百变终局之战。